乘着手机没电，相机没调好，斜的。哎，我把那个东西放在车上了，没拿那个，哦，放在家里面了。这个小朋友来了，你们去跳舞吗？那边不是有两个，有一个，去跳不跳？不跳啊！叫大松曲真，大松曲真。相机现在是斜的，哎，真的老晕手机了。我早知道该用那个小的那个稳定器。这是不可能，现在去哪呀？啊，这说的斜的。终于去挑了，找他们两个，三个小朋友一起挑的，你不去挑吗？直接用这个算了，不去。不用稳定器啊，直接一个。哎呀，稳定器现在斜的，调都没调好，恼火，全是满头大汗的。这个。35焦段。